先不要问。哎、哦，好吧。原来是去录影。阿伯啊，没关系啊，可以录影加加教学。阿伯啊，哟，你是放弃了是不是？啊？你的什么蝶飞梦就放弃了是不是？什么放弃？没有放弃。那个招募跟我一样的人这样。哦，那个放弃了吗？我没有很想要拍。为什么？因为